张静初在节目中首度谈及北风沙传闻。他坦言，一开始看到传闻的时候会被气到吐血，但后来他选择开导自己，相信清者自清，所以也没有出面回应。但没想到谣言越传越离谱，朋友劝说称城池是需要维护的，他才想要正面来澄清这件事。现在他也并不介意别人问起这件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